啊，Sophie，你好，你好，Sophie，你好呀，Chris。很久不见，Sophie，很久不见。很久，不见，你我，是，很很久久不不见。见，对，很久不见。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No,么no. 样？Well, muy grave. Estoy muy grave. 怎么样？好，Ah, 很好，很好，你呢？你怎么样？很好，你呢？很好，都很好，谢谢你，很好。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人都好吗？好，都是，好，都好。都，你明白都哦，嗯哼，都好。都好啊，那很好。那 Sophie，你12月，现在二月是不是？二月，你明白吗？二月，现在二月，你明白吗？对，二月。二月，对，等一下，我要改一下这，等一下。OK，好，OK，好，等一下，sorry，对，二月是这个，你看，哎，我没用，因为这个是二。我又是2023年，现在是2024年，行年。等一下，你是男朋友好吗？你好。学校呢？你的学校怎么样？很好，你都很好。都很好。你现在是新的年级还是一样的？比如去年你我不知道你第七年级，然后今年第八。还是一样，去年和今年一样吗？不明你明白。白一样，明白吗？一样，明白。对，你看，比如，今天几号？Sophie，今天今几天几号？号？今天对，今天几号？10点，今天几号？几号？今天2024年。二月几号？几号？10号，四号。那好，是今年，哎，今天是我说是，比如今，哎，去年是2023年，是去年，啊，今年2024年，明白吗？明白。去年2023年，今年2024年。那我说你去年是，比如我知道六 no 八年级，那今年9年级是不是这样？还是去年你8年级，今年8年级一样？
一样，学校，我说学校，我对，你，不，2023年我你是九，对不起，对不起，不是八，是九，对九，2023年你是刘，九年级，那今年呢？一样，九，是十，十。你现在十年级，也有11，也有是不是十一？明年11，好了，大学不是大学，你明白大学你明白吗？大学。问你，对，大学，你的大有小大学，学，对，小学1年级、2年级、3、4、5、6，是不是六？有六是小学，7年级、8、9、10、11是中学，你明白中。你明白吗？中，你看，比如这个，这个是中，那。中学、小学、中学、小学、中学、大学、小学、大学一中、小大中，明白吗？我想，比如，我想想，等一下。Pereira, Pereira, Charlie, Pereira. 比如你看，有 Pereira, 然后有 Cali, Pereira, Cali. 那 Pereira Cali 中间有 Tuluá, Pereira Cali 以中间有 Tuluá, 明白吗？中。明也是白。中国的中国。那 Sophia，你12月、1月，我们2个月我们不见，2个月是不是？12月、1月，我们，对，你我们12月、1月不学习，没不见。¿Por qué? 12月、1月，我们没有见。我去文莱说了，我一月我去文莱说了，都很好，都很好。那你去哪儿？12月、1月你去哪儿？我去哥伦比亚，大哥。你在 Pereira，Pereira。那很好很好。以 Pereira 怎么样？Pereira 现在怎么样？这 Pereira 怎么样？好不好？不是好。一样不一样？一样？No，不马一虎样，虎，不一马马样。虎虎。马马虎虎。Bogotá。上个星期，Bogotá, uf, Bogotá calor. 不一样，Bogotá 不一样，不一样。以前 Bogotá 冷，Bogotá 冷，然后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上个月，上个月，我吃，
Bogotá, Ah,你来，你来Colombia.了，你来了。No.什么时候？2个、3个，How? 三天，How? 三天前，3天前，上个星期，啊，no，这个星期，今天是，星期天，星期六，星期四，星期四，你来了，博大。啊，很好，很好，比博大我不看一看，样，你看是不是？那，我把它，好，我现把它在好，你喜欢现我在，喜欢，你喜是。欢，我不很喜欢，我不很喜欢，因为我喜欢冷，我喜欢冷。那上个星期，我穿衣服，以后。我去工作，你明白？工作，我去工作，你明白工作吗？工作是，啊，工明作，白。工作，工作，工作啊。然后我穿衣服，我去工作，以后啊，脱衣服，对，很热。我到现在，比如现在，好一点。现在，比如上个星期。很热，上个星期，对，北雷的怎么样？北雷的天气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北雷的天气不好不不好，好，怎么不好？冷很多y también 热，怎么可能？怎么可我能？想 think 可是冷，下是不能冷是是下个星期，吗？啊，下个星期。的人，人，golpes de calor, incendios,哎etc.，bro，上个星期很热，太热了，上个星期太热，是我有。博古达一样，上个星期博古 esta 达，这个星期，y esta semana 你说这个星期，这个上星个期。星期，这个星期，下个星期，你记得吗？上个星期，这下个个星星期，期，下个星期，啊，那你说这个星期？这个星期，很多很多，冷就啊，下雨，下雨，下了很多，下了很多雨。你明下白了下是这个下，然后雨是雨啊，下了很多雨，你明白下吗？了很多对，雨。下又是下雨啊！现在下雨，下雨。而且你先说，下了很多雨，上个星期下了很多雨。你说，Sophie。差个星期，这个星期。差个星期，下了很多雨，雨，很多雨。很多雨。啊，很好，再说，加油，再说。差个星期，下了很多雨，很哦，多，很多雨，上午还是下午？下午，下雨。明白。上午下，冷，很冷。是 árboles, los árboles, 哦，可以明白大象，那明白，很多雨，大雨是不是大？下了大雨，很多雨也大，是不是？Rush 大雨，对不对？大，下了很多雨是很多，去去去，很多多多多多，但是啊，
大雨，下了大雨，明白吗？暴暴大，对，多是多多多很多，明白吗？很多，你明白多？Sophie，你明白吗？多啊，我帮你看。等一下，啊，你看，你看，这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不是一个人，有三个人。你看，他们是三个人，三个人，你明白吗？就是很多。你看，这个是很多人，很多，明白吗？很多。那一样，你看鱼，你看，等一下，有小雨，你看这是小雨，小，小小雨，明白吗？也有大鱼，你看这是大鱼大，对，比如你看这个大鱼，大鱼。所以你能说下了很多雨，也能说下了大雨大，明很多大鱼都。白吗？对，你能说下了很多雨，下了大雨，也能说都对，都对。好的，好的。不过这个星期下了雨，下了雨，但是不很大，不很大，小雨，小雨，不很大。但是你说北雷的，现在冷，不是你今天没有很多，没有衣服，没有很多衣服，你今天不冷，Ya no.你不冷。Yo tenía fiebre.啊，是吗？你病了，你生病了。Virus, golpe de calor. 哦，明白。不要你身体好吗？今天身体好吗？好，Mamá Juju,马马虎虎，mejor, mucho mejor. 马马虎虎啊，好一点是不是？好一点，你明白好一点就是我好。一点，对，对，就啊，你昨天明不很好，那今天白明白，好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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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一点，有人说那老师，好一些，好一些是好一些，好一些，明白吗？pero en este momento, xiao lang, frío. 有点冷，你。比如你去穿衣服啊，你穿衣服，你冷，那好像对，去，我等你，你去。no, quedó muy lejos, no importa, aquí estoy un poquito de calorcito, no pasa nada. OK, 没关系。如果你现在冷，你能穿衣服，没关系。好的，Sophie，很好，Sophie。Sophie，现在几点？现在。对，现在几点？点明白吗？不是，几点是几点？现在那你几们说的几点？tienes 球球天九点钟。
9点钟？¿Qué? No不entiendo.行不行不行，没关系没关系。你说不明白，不明白，不明不白。明白啊，好。西班牙语不说，西班牙语能听懂了。西班牙语不说，不中文，OK。对中文，不明白，老师，不明白，不我帮明你，白。我帮你，好，那我帮你，我帮你，你看。什么？OK，好，那你看几点是这个？明白吗？哎，几点？现在几点？明白吗？嗯啊，哼，明你白。说现在9点，九点。嗯哼。九点是这个九点，那现在9点吗？现在9点钟吗？不是，不是现嗯哼。在，我说现在，现在几点？现在不是9点，9点过了，是9点，12。对，那现在9点。22分，22分，9点22也好，9点22也明白也好，好，我们9点上课，9点我们上课，你明白吗？上课，你明白吗，Sophie？我不记得。没关系啊，很好很好，我不记得，很好。你记得，很好，说，对啊，你不记得没关系，没关系，我帮你，我帮你，你看，有上课，我看一下，我找不到。喂，我给你画，我给你画，等一下。啊，你看，这个是教室，有黑板，还有椅子、桌子、椅子。你明白吗？嗯哼，明白。这有老师啊，这是学生，你明白吗 明白。？OK，那你看这个是教室，啊，这是一个门，明白吗？一个门啊，然后上课是铃，上课，那学生们。学生在上课，明白吗？就是下课。对，那上课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铃啊，上课，那他们去啊，好，老师好啊，你好，对，明白吗？上课，好像我们，你和我，今天我们九点，我们，Sophia Javier。我们今天9点上课，明白吗？上课，明白妈吗？妈会，马虎，OK，妈没妈。关系。你看，一个是上课，一个是下课。那下课是什么呀？什么意思？下课是，这是学生，都是学生，在学习。
老师教学生学习，明白吗？然后，比如这些学生，他们比如八点上课到10点，那8点他们上课，10点铃哦，很好，好了，他们都，喂，下课，你看。这个应该比较容易找到联想。下课，你看这个是下课，哎，很好，他们都走，明白吗？明白。你看这个，这是下课，咱们学习以后啊，走，明拜白吗？拜，行，拜拜。对，拜拜，这样，明白吗？啊，有上课，也有下课，有我们，你和我们9点上课，明白吗？九点，对，9点，你看，我的笔在哪？好，我们，你和我，Sophie，还有我们今天9点上课，到10点我们下课。啊，Sophie 再哦，见。creo que ya, 明白了，对，我们creo que 9点。上课啊，Sophie 你好，很久不见啊，还好。我们学习，今天10点，啊，Sophie 再见，啊，很好，下课了，下课，明白吗？明明白。白，现在明白了，很好，没关系，我帮你。好的，那好，那现在几点，Sophie？现在几点？4号？不现是，在，现在，现在现在几点？啊，9点，¿cómo digo para que no sea así? Pan. No，你说9点，还有什么？9点。九点什么？9点。Pan.你看，No sé si así. Pan.啊，你说半，九Pan. 点半是不是半？9点半啊，我听不见，对不起，不好意思，对不起，Sophie，我听不见啊。你说9点半，很好，Sophie，很好，Sophie，你几点？9点半了，哎，很好，Sophie，对，9点半，很好，Sophie。哦，等到现在9点半，那。十点，我们下课。那下课后，明白吗？对，十点，现在9点半。现在，那10点我们下课啊，Sophie 再见了。10点我们下课。那下课后，我们下课。后，你做什么？学习。学习？我们下课后，你学习什么？我的学校，学习啊，学校的作业。哦，有作业吗？有作业有吗？作业，作业是比如啊，你去学校。你老师说哈，Sophie，学生们，你们要做，然后你回家，你要做作业，很多作业，有作吗？业。有作业，有很多吗？很多作业吗？很多很多作业，哦，
不好不好。明天，这个作业，明天你给老师，明天是不是？是吗？你明白吗，Sophie？是明白，你说你有很多作业，那这些作业，你今天做作业，明天星期一，明天星期一，你给老师，老师我的作业明天，还是以后？明天。明天，以后，啊，有些明天，有些以后。哦哦，你明白有些？不，有些不明白啊，比如我有很多朋友，我有很多朋友，Pepe、Lola、Maria、Pedro，我有很多朋友，很多朋友，你一样是不是？你一样，你有很多朋友。我在博大有很多朋友，有些朋友，Manuel、Juan Carlos 是哥伦比亚人，有些朋友。是哥伦比亚人，Manuel、Juan Carlos、Sofía，有些是哥伦比亚人，有些是中国人，有些朋友是中国人，孙俪、嘉靖、的哥，中国人，明白吗？那我有很多朋友，很多朋友，啊，有些哥伦比亚人，有些。中国人，有些委内瑞拉人，明白吗？Jose、Steven、Brian 是委内瑞拉人。你看，我帮你。比如你看，这个都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有很多朋友。朋友，男的女的，有些男的，有些女的，朋友，那我说我有很多朋友，很多朋友，那我说有些朋友是。哥伦比亚人，有些，比如三个朋友，有些朋友是哥伦比亚人，有些朋友是中国人，Creo que no me importa. Lo siento.有Lo些siento.是委内瑞拉人，明白吗？对，有些是比如。我不知道啊，四个是不说四个，五个、六个不说是有些，明有白吧？些，OK，明白。有一个是那一个不是有些，一个是一个是中国人。我有很多朋友，一个是中国人，一个，那不说有些是一个，但是如果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那我说有些是中国人，有些，明白吗？哎，我说有些，那不说两个、三个、四个，不用说，有些啊，你有很多作业，很多作业，有些明天给，有些以后给，你明白吗，Sophie？明白。好，Sophie，我们。你再说你的家人，比如我开始，啊，我叫 Javier，我爸爸叫 Laurel，我妈妈叫 Reina，啊，我爸爸妈妈有三个孩子，我爸爸妈妈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我 Javier，还有两个女儿。Rosie 和 Gracias. Elisa，对，那 Rosie 是我姐姐，Elisa 是我妹妹，你知道，你认识，
你认识我的家人。好的，我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好，那你说你的家人，你说。我说，对。我家人，我妈妈，Lina，叫我妈妈叫你呢？我妈妈叫 Lina，我爸爸叫 Carlos。我和no, no, 不要，sorry，你爸爸妈妈离了和卡洛，你爸爸妈妈有几个孩子？几个孩子？一个孩子，你。OK，一你好，那你说，我爸爸妈妈有，我爸爸妈妈有一个孩子，我叫 Sophia。对，很好，不是你，那你没有哥哥弟弟，你没有哥哥弟弟，没有，哥哥弟弟你没有，我知道。我妈妈和爸爸，算了，对，就你讲。你妈妈和爸爸有一个孩子，你不是你妈妈有几个孩子？你妈妈有几个孩子？一个孩子，你妈妈不我妹是，妹，我妈妈，你妈妈有两个孩子。对，是，你妈我妈妈有妈几个有孩几子？个孩子，我妹妹是，你我妈妈两个孩子，是，呢？你说我妈妈有。啊，你说，我妈妈有两个孩子，我妹妹和我。很好。你妹妹几岁，Sophie？几岁？我妹妹2岁。两岁，2岁啊，还好，你妹妹2岁。你呢，Sophie？你几岁？我，哎呀，刚才，我，15岁。啊，对不起。OK，那你几岁，Sophie？我15岁，15岁。啊，今年16岁，今年。这是凯吃你大了，你看错了，Sophie。是。几月几号？你的生日，你的生日，你明白生日？爸爸是爸爸明白。爸爸生日，你的生日几月几号？几月几号？4月，4月，四哎，很月，快，很快，Sophie。你看二月，两个月后，Sophie。就是，所以说你会是不是？你会是，我开车，会，你会开车，很好，好的，很高兴，是不是说你很高兴，你很高兴。你妈妈是不是买一个车子给你，是不是？no creo 不，对，你妈妈买一个车子，Sophie，给你，no creo 有可能，你不知道，可能，怎么了？都好吗谢谢，？OK，好等会，，Sophie，你的男朋友，
爷15岁吗？哦，他大一点是不是？15岁，también。啊，他也15岁，一样。一样，你的朋友和你一样大，一样大。你15岁，他15岁，一样大。哦，很好，很好，好的。他的生日几月几号？我的男朋友，对，你男朋友的生日几月几号？3月18号，哇，那他快点是不是？那快点，快，很快。对，下个月，你男朋友下个月能开车，你下个月，就很快很快，很好，很好，Sophie，很高兴，很高兴，我为你很高兴。好的，Sophie，好，那 Sophie，你今天有很多作业是不是？很多作业，你今天有很多作业要做作业。作业，你记得吗？你看，你看，他做作业，很多作业。你今天一样是不是？你今天一样，有很多作业。你看，是。在家做作业。嗯，好。Sophie，你喜欢看电视吗？你喜欢吗？看电，没事。看是看，你就得看，看电视，是，我很喜欢你很喜欢看电视，Sophie，Netflix。你啊，我问你这个，你怎么看电视？你怎么看电视？Netflix、HBO、Netflix。HBO、Amazon，你怎么看电视？你看 Netflix。Netflix。你什么时候看 Netflix？什么时候？我很喜欢，我很喜欢 K-dramas。对不，什么时候？不是，你看什么？不是，你什么时候看 Netflix？比如啊，我星期六我看 Netflix。哦，no，我晚上，你明白晚上，你明白吗？不明白。啊，你看，晚上你记得吗？晚上。网上是，晚我上，很喜对，欢，有晚上，有早上，这个是早上，对，早上，晚上，网上。对，你记得吗？那你是不是啊？那我天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我天天晚上看 Netflix。哦，那我星期六早上。看 Netflix，你什么时候看 Netflix？怎么了，小李头？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西班牙语。？OK，你说。¿Cómo es que tú dices ahorita que se dice algunos? 有些。有些是有些 how we can Netflix。啊，不是这样说，是，有天，对，有天，因为 how，Sophie，how 是你说日期，比如你说啊，今天2月4号，你说日期，明白吗？啊，我的生日，你说啊，Sophie 的生日四月什么？Sophie 4月2号是不是？4月2号。你的生日，对，啊，你说日期啊，Sophie 的生日今天2月4号，你说好，但是你说比如啊，诶，
我去 Venezuela，我去 Venezuela，还有我在 Venezuela，十五不说 how 说 天，十五天，你记得吗？十五天，对，你看，你看，你看，等一下。On，我有时候，cierto, sí, 有时候也能说，对，有时候，对，有时候我看 Netflix。对，对，也一样，也对，也对。可是你记得，你 how 和天不一样，不一样。你看，你看，等一下，你的 how 是这个 how，比如啊，Sophie 的生日，Sophie 的生日4月。二号啊，今天啊，2月4号，明天2月5号，这个我们说号。那比如我说啊，哎，我一月，哦，好月，一月，我是什么？是7号。等一下，我看。对，我是1月7号，去委内瑞拉。我1月7号去委内瑞拉。我1月11号回来博达。7号去，11号回来。那我在委内瑞拉。是4天，明白吗？7日7号8号7号8号9号10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对，是4天，明白吗？是4天，你明白，Sophie？不会明白，马马虎虎。那么好。对，你看，等一下，比如，我用2023年，因为没有2024年，有2023年，这个是2023年，就没关系，2023年没关系。那比如，比如，哎，好耶。这个是比如，不是真的是比如，比如啊，星期 no 二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啊，比如12月，13号，我去去，比如不对，比如我去去。13号我去七呀，然后16号我回家我的回来，那我在七呀几天？一二三四天，明白吗？4天，我四天我在七呀4天，你明白吗？明白。明白吗，Sophie？你的 how 是这个，是13号、14号、15号、16号，但是这个是天，我才接4天，你明白吗，Sophie？对，比如那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在说什么？我忘了。我忘了我为什么你说天，对，我们在说 Netflix，我们在说你什么时候看 Netflix 啊哈？那比如 Sophie，一个星期啊，你看啊，那一个星期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星期，是不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天，是不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有七天，对不对？索菲，对不对？对。对啊，一个星期有七天，那一个星期你几天看 Netflix？几天看 Netflix？一天、两天、三天？几天？2天，两天。哇，一个星期两天，那你很多作业是不是？你很忙，是不是？你很忙，索菲很忙。很多，谢谢。对，学校作业很多，作业两天看 Netflix 哦，对哦，很好很好，你现在做作业很好。有些人天天看 Netflix，有些人，对，有些人不是你，不是你？我，no no，有些人，有些人，你记得吗？有些人，有些。我有很多朋友，有些是中国人，有些是哥伦比亚人，有些是外啊，国人，是，都对对，天，你是，有些人天天看是 Netflix，是。Netflix，我没有 Netflix，我没有 Netflix，没有，我不看 Netflix，我都不看 Netflix。我喜欢看电影，你明白电影吗？电影你明白吗？我很喜欢看电影，比如现在，no，下个星期，我想看一个电影，就是《阿瓜曼二》，《阿瓜曼二》现在有《阿瓜曼二》，你明白吗？就是一个明白。电影。阿瓜曼二是一个电影，明白吗？电影，所以我不看 Netflix。哎，Sophie，Sophie，喂，喂，Sophie，喂，Sophie，Sophie，喂，喂，Sophie，等一下吧。Sophie，喂，喂坏，Sophie，Sophie，了，啊，回来，你还好，那我再说，哎，Sophie，是不是网络的问题？不是啊，Sophie，那我说我不看电视，我不看，我没有 Netflix，我不看电视，我看。电影，你明白电影？你，Sophie，你呢？你喜欢看电影吗？是，喜欢。
我喜欢。你想看什么电影？你想看？比如我下个星期想看《阿瓜曼二》，你想看哪个电影？La Sirenita. 你喜欢？我喜欢，是。啊，你说我喜欢看那些妮达这个电影。我喜欢看 La Sirenita。现在能看？现在有了妮达没有？啊？啊！现在你不能看那些妮达，现在。啊，在你说在家吗？在家看，你看，给。等一下，Sophie，你明白电影院吗？电影有电影，有电影院，你看，电影 película 不说西班牙语，西班牙语不说。电影，啊，对，有电影，那这个是电影，有很多电影，也有电影院。你看，这个是电影院，明白吗？电影院。哎，我说是现在在，等一下，现在。你去电影院不能看那些你的，没有那些你的。现在电影院没有那些你的，你在家看好，在家看那些你的。比如现在没有那些你的，我说你想去电影院，你不去电影院吗？你不去电影院。Últimamente,你不去电影院，比如你喜欢吗？你喜欢去电影院吗？我喜你喜欢，欢，是。好，对，现在有很好的电影，你看，这个是现在的问题的电影，现在在电影院在哥伦比亚电影院的电影，你看都有这个。我想看这个，我想看这个。对，我不看电视，因为我没有 Netflix。好的，Sophie，那你现在有很多作业。Sophie，你的爸爸妈妈在家吗？Sophie，喂，Sophie，啊。Sophie，你现你在在家吗？你在家吗？在对，家，你在家吗是，？OK，你爸爸妈妈也在家吗？耶，也对。比如是。我住在博大，还有我朋友José。也住在博大，明白吗？也，那你爸爸妈妈也在家吗？是，啊，你说，我爸爸妈妈也在啊，很上。好，Sophie，你们在家有没有狗猫？有没有？2个狗，两个狗，有2个狗。你们的狗叫什么名字？一个。叫 Dory，两个 Dory 是 Dory，两个叫是 Mini，
Mini小小不，Dory 对，Dory，是 Dory 搞 Dory 笑。还有呢？还有一个叫 Dory，一个叫什么Mini？Mini 哦，Dory 和 Mini。猫呢？猫没有，猫没有。我的妈妈阿秋哇。哎，敏感哦，明白明白。不，你们不能，你们不能，不能，不能有猫，不能。不能。哦，明白明白，很好很好。好的，Sophie，下课了，你明白吗？下课了，明白吗，Sophie？那你对明白。我们9点上课，现在10点下课。Muy bien, Sophie, te Ya. felicito. Claro, es normal, no te sientas mal porque de repente te hago algunas cosas, es normal, ¿sí? Porque un Sí, idioma, ¿por qué no llevamos esta claro, porque clase hace un idioma, mucho si uno tiempo? lo practica por un tiempo, se va olvidando algunas cosas, eso es normalísimo, sobre todo en la primera fase del idioma. Cuando estás en la primera fase que estás, digamos, en la base, fortaleciendo el idioma. Sí. Entonces, eso es súper normal. Pero por eso fue que hoy hicimos esto, hoy lo que hicimos fue puro repaso. Si te diste cuenta, hicimos fue puro repaso de todo lo que hemos visto, porque ya te acuerdas que nosotros ya superamos el HSK1. Entonces lo que hicimos fue hacer otra vez un repaso del HSK1, ¿está bien? Te iba a decir que vamos a tratar de seguir avanzando en la parte oral hasta dominar HSK2, ¿sí? Me interesa mucho que tú tienes un gran potencial en el habla, y lo más importante en un idioma es hablarlo, es lo más importante. De nada vale que Sí, tú sepas escribir chino perfecto y puedas chatear en chino si no puedes hablar. O sea, vamos a seguir avanzando con la parte oral del HSK 1 y 2 hasta que tú ya digas, no, ya Sophie domina perfecto HSK 2. Una persona con un buen HSK 2, Sophie, puede hablar muchísimo en chino, tiene una muy buena base. Con un HSK 2 bien dominado, tú es mucho lo que te puedes comunicar, es mucho. Entonces vamos a seguir avanzando con la parte oral y yo estoy preparando un material para mis estudiantes. Para la parte escrita, ¿sí? Pues lo voy a preparar este año. Entonces, este año vamos a avanzar con la parte oral y en lo que yo voy a tener listo el material de la parte escrita, eso te lo voy compartiendo para que tú lo vayas estudiando por tu cuenta. Recuerda que la tarea de todo este entrenamiento siempre va a ser ver las grabaciones, ¿ok? Entonces, esta grabación, una vez que la suba, entonces te la mando el enlace para que veas la grabación y practiques bastante, ¿no? O sea, escucha otra vez lo que no entendiste, trata de. Ya lo vas a entender mejor y todo eso, ¿ok? Entonces recuerda, si es posible, ver unas 2 o 3 veces la grabación antes de la próxima clase, ¿ok? Entonces, si quieres, no te preocupes por la parte escrita, no, eso no es problema todavía. Vamos a enfocarnos en la parte oral y después, entonces, una vez que yo vaya preparando material, te lo comparto para que tú también lo vayas viendo, ¿está bien? Bueno, Okay. Sofía, entonces, nada, excelente, felicito, muy buena sesión de hoy y nos vemos entonces el próximo domingo a la misma hora, ¿sí? Dale. Chaichen, Sofi. Bye Chayo. bye. Chayo, Sofi. Chayo. Bye. Chaichen, bye bye.